欢迎继续收看《南投新闻》，到顶来关心地方的大小事。草屯镇的白拿社区连续三年推动南投县社区产业营销计划，透过社区联盟的方式来回馈，但是往往欠缺少年人的活力，因此透过申请教育部暑期工作的计划，让两位大学生来加入，运用创意来加强产业营销，减轻社会负担，同时提供青年参与贡献社会机会。一点拢会当食。那讲伫社区单位落地来叫卖，并且加入人群，用游客来介绍着社区优质农特产品。手中所提宣传单，也是因家己所规划设计。两位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，加入着草屯白拿社区团队来服务。虽然就是跟我本身的科系不是很相关，但是就是透过这样的公部门这种见习计划，就可以让我比较了解说未来在职场上面。可以选择职业的领域可以有比较多元，像多元化的选择这样子。自己是读社会工作学系嘛，然后就其实 社工就会有触碰到社区这一块，所以就是这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攻读的机会，也想就是借由这一次的机会，然后了解到就是社区到底是在做怎样的事，帮我们的这个所做的之外呢，他们也帮我们架设网站，此外呢，我们据点的服务呢，他们也能够带着长辈一起来玩，那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因为社区往往欠缺着少年人的活力，白拿社区第二年来申请着公部门计划，运用着青少年朋友所学知识，再个创意加卡数，减轻着社区人力负担，嘛来提升服务能量。以过去来讲的话，我们社区是慢慢的在增加产物，然后一直在希望呢有新的这个产品出来，可是，在宣传方面呢，我们又比较欠缺哈，毕竟我们人力也比较缺乏。所以这些年轻人的加入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并且呢，很快的就能够把我们的东西呢，一系列的能够介绍出来，这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为了讲增加社会经验，这两位大学生主动加社区服务，贡献家己的力量，对社区照顾时段的用心感受特别深，再体验新的学校所学未到的，收获相当的多。记者林文新，差不多。